有三层冻晶包埋技术，所以真正送达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是可以保持它的完整，所以运送过程当中呢，那个菌就不会死掉。对，所以当然呢，送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真正获得它的一个功能，所以才可以达到七日有感的一个功能。OK， 而且我刚吃的哈，那个味道还真的蛮好吃的，就是有的东西做的人家吃起来我们觉得不好吃，那小朋友久而久之也会排斥，但我刚吃下去感觉就很像多多的感觉。其实那其实我也常常会被很多亲朋好友或者是一些民众会问说，哎，营养师，那针对现在的人，我们刚刚讲健康很重要吧，那其实现代人到底有哪些保健食品是真的是必备的基本的，其实前三名第一个应该就是益生菌。对，因为其实尤其家里面有过敏源的人，其实益生菌其实更是必备品哦。那其实说实在，现在科技不断在进步，其实保健食品我们也自己也发现做得越来越厉害，对，设计得越来越好，所以其实在家里面有这样子的问题，所以其实我一直都在益生菌的部分都其实都有在下功夫在研究哦。益生菌达人很多种，所以我们要听听到底哪一种比较好。其实家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，其实神农尝百草真的尝过非常多不同的益生菌哦。那其实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真的是高规格设计，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哦，就是这个健康力的益畅敏哦。那这个为什么讲它高规格哦？对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它这个包装很小包装，所以其实它携带很方便，然后就直接适口性眼膏直接倒进去，要不要配水都没有关系哦。所以不配水也 OK。对，那至于说为什么我说要高规格，因为其实真的研究非常多，它这支产品本身就有两个小绿人的标章，所谓的小绿人就是健康食品认证，是很难拿。对，非常难拿，因为这两个食品认证，胃肠功能改善以及辅助调整过敏体质哦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其实一个产品要拿到一个小绿人就非常难，它必须通过一连串的研究，我们的政府才会颁给你小绿人。但是这支产品含有两个小绿人哦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们都知道除了哈啾哈啾问题，其实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大人外食比例非常高，水喝的少，蔬菜吃的少，接下来就会怎么样，就会出问题。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抓来抓去东抓西抓，其实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常见，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品质哦。所以为什么我才说现代人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保健，其实益生菌绝对是首选哦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，就是我们刚刚讲嘛，其实试过很多菌，有些根本就没有用，但它呢是四菌合一，而且其中两支菌是所谓的专利菌，也就是它的来源是我们人体的原生菌，我们自己人体的原生菌，所以非常符合台湾的体质哦，所以才可以获得两个健字号的认证。再加上我觉得，因为我们常常在推荐很多的保健食品，功能我们放在后面，最重要的是安全性。安全，如果安全性没有，后面功能我们就不用讲了。但他们呢，是近十年内每支产品都是逐批检验。你知道很多产品是抽验，因为大家知道逐批成本就会高，但是它是逐批检验，所以可想而知它的安全性也很高。所以不论是六个月满六个月的小朋友，或者是备孕的妇女，甚至怀孕满三个月的妇女都可以使用哦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医疗同业人员、医生啊、营养师都有在使用，甚至给自己家人小朋友使用。像我自己家的小朋友使用了之后呢，发现七日有感哦，真的鼻子就是哈啾哈啾的问题，七天就能改善。对，哈啾哈啾问题明显改善。当然，你就其实说实在，你不会一直打喷嚏，其实你的情绪、专注力、学习力也会跟着改善。所以小孩如果吃很久一直都没有改善，然后就会放弃了。对，他其实就有感的话，不要说不要说他会放弃，连我们都会放弃。对，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，它除了四菌合一之外，它还有所谓的膳食纤维，我们现代人非常缺的，也可以提供好菌所需要的一个营养来源，而且很好吃。对，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，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外面气温真的很高，那其实这我们知道很多保健食品是宅配的，但是它是全程低温宅配。你就可以知道这么，因为菌本身它是有生命的，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在很热的车厢里面都可能会死人，那菌会不会死掉？所以它是全程低温宅配，而且它有三层冻晶包埋技术，所以真正送达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是可以保持它的完整。所以运送过程当中呢，那个菌就不会死掉。对，所以当然呢，送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真正获得它的一个功能，所以才可以达到七日有感的一个功能。OK， 而且我刚吃的哈，那个味道还真的蛮好吃的，就是有的东西做的人家吃起来我们觉得不好吃，那小朋友久而久之也会排斥。但我刚吃下去感觉就很像
多多的感觉。对，其实 对，其实所谓的我们刚刚讲嘛，一包一包方便细嘛，再加上因为它粉末很细，所以其实适口性也很高，而且味道就像玉林哥说的，就是多多的口味、嗯，所以小朋友其实有时候会一天要跟我要很多包，对，但是对，但是我就是基本上一包其实基本上就可以了。小朋友几岁可以开始吃？满六个月就可以了。哦、对，所以它为什么就是粉末做很细？所以其实年龄层其实都使用起来都很方便。怀孕的妈妈可以吃吗？满3个月就可以。OK， 对，所以你要直接像大家刚刚是直接到嘴巴，或者你加在果汁啊等等，其里面都可以使用、嗯、哦。有千位医师一致推荐。对啊，其实不止医师，很多营养师啊、同业人员、医疗人员都有在使用。嗯、OK， 等于是哦，哎，两个小巨人标章，等于是国家帮你挂双重的保证，而且马上有感。对，安全性非常的高啊，那个7天就能改善，也蛮有感的。对。好。